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高注》第336页，336页，倒算第四行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真解我普定三昧，我亲定门，诸三昧。弥陀地愿之所行，深深无碍对，故闻深禅定，悉度周遍，是其业用。头前有到这个所在啊。真解是日本净宗大德伊的著作，这个人唐朝的时阵在中国留学，多半都嘛是玄奘大师的弟子，回国了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。因为解释有半啦，拢是啊依照玄奘大师讲的，这就是讲普定三昧，普是普遍，定是平等，这是真深的定。那个什么人平等呢？一切诸佛如来平等，啊，最低一顶多嘛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。啊，是佛陀里面的菩萨，因所修的定，才会当啊成为普定啊。所以伊也是真深的禅定，下面就讲啊真好咯，诸三昧，弥陀地愿之所行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智慧，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，弥陀的智呢，那是清醒的。阿弥陀已经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自性本具的智慧，无丝毫的障碍，圆满智慧，难得呢。诸佛如来智是同款的，愿无同啊！阿弥陀佛的愿，无比的殊胜。按你所成就的，这个三昧深深无碍啊，无碍是无边际，无对，碍是对讲的方面来讲的，期待无碍，下面也是对深的来讲，
以亲无对，以孝无累，以待无归。古文亲相定，那也作用呢？色多周边，这个周边都是周边发界啊。今天你咱咧讲周边宇宙，宇宙啊，这么大，宇宙啊，这么深，普定三昧，完全是当看到的。啊，伫定中完全看到，这是业业用啊。哎，有关门可见，会中诸菩萨，这个会中是这摆发挥。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，这个发挥来参加的这些菩萨，皆蒙弥陀地愿之力，因得闻弥陀名号，皆得普定三昧定。啊，心清禅定，那会中的菩萨，拢嘛是亲为的菩萨，唔是讲一般。伫咧讲的离行三贤菩萨，唔是，那拢嘛是发心大师。因得闻弥陀名号，弥陀名号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没有穷尽。那亲像普定三昧同款的深广，闻名就得福。文明就得了三昧啊，所以呢，因闻弥陀名号，皆得普定三昧定心亲啊，禅定啊。故蒙万力加持，定中供无量诸佛。既然降佛，当然会看到佛，必定见佛。古文释度无量诸佛，啊，因在三昧当中看到，这个心清禅定都是普定三昧，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咱定咧讲的是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因拢嘛看到了。有八九经文，是菩萨不起天眼贴息，不起天理特听，不起心照道基佛刹。这是讲伊的心通，得究竟自在。也会话咧，确确实实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的的灵，一般菩萨达未到天眼。也是
伊无用天眼，伊都会看到；无用天耳，伊都会听到；无用啊心足，伊都会当祈祷啊佛刹。啊，这种的能力已经是甲苗家如来上顶啊！苗家古位已经证到了，得到圆满的自性，圆满的性德，也都是上至恭敬土，因的身心拢甲一公啊融成一体了，一公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所以啊，唔要用天眼，贴时啊，唔要用天理贴听，唔要用心照。伊啊，都会看到佛刹。吾吾诸间众生啊，彼间啊，便无处住见之。无论坐伫什么所在，伊拢会当看到清清楚楚的。伫倒位，都伫面前啊。灵岩会上所讲，从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迄就是这个境界啊。佛言：菩萨有诸间国土，念阿弥陀佛，专念。高的见智，这是那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咱爱记哩，这句话真重要。有啊，出干国土，住有出时出地，咱这个所在，那真正念嘛阿弥陀佛。那以自性心、恭敬心、啊恳切的心、尊念，你都会看到啊。啊，这问是佛法的性出国，这出国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你那是问讲阿弥陀佛啦，我修什么观的法门，会去到底极乐世界？阿弥陀佛不言，欲来行者动念我名。这是阿弥陀佛讲的话。那动念我名。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净愿之名，念佛来决定相信。那凡是念佛功夫不得力的，信心不足，愿心不切，所以念佛的功夫不得力。那问题到底是出在哪位？两个世界无看头啊！极乐世界无看头，有怀疑；娑婆世界无看头，有流乱。那这地所在有流乱，极乐世界也有疑问，所以也就功夫不得力咯。那要安怎呢？古人教的方法
有效，就是读书千遍，一语自见。那你也该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包括注解、五念乐的这套注解，你念就一千遍，你肯定会相信。为什么呢？这么大的分量，一千遍念下去，心定了，定就会生慧，慧就会见佛。为什么不怀疑咯？对娑婆不留恋咯？这个就是印祖所讲的尽愿持名，老实念佛。大代世之菩萨所讲的也佛念佛，眼前东来必定见佛。这是真正的功夫啊！世尊慈悲，弥陀慈悲啊！是以念佛三昧，成为不王三昧。啊，不王三昧，这个啊，自古来对有些解释。那念佛三昧之迷清啊，念佛者即三昧中之啊至宝，故名不王三昧。讲个无罪，讲个真清楚。啊！伫一切法门内底，念佛法门是至宝啊，无比这搁较殊胜诶。啊，经教有搁较侪，拢不如念即句佛号。啊，即句佛号是毋是度化众生？会啊！故就万万的一回功德，那古早时阵都超大师一生都是专弘一部阿弥陀经，一生讲两百多遍，伊无讲其他的经，真正甲咱做一个好的榜样啊！之前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那一生就学一部经。啊，选择的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哎，印光大师，最后的大师的这个啊，《弥陀经要解》，赞叹笔记啊。啊，要解分量无多。啊，专攻、专学、专修、
左安弘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哥啊，非常的积极。杜上上君临，下下君临，非常有效。啊，中啊，这个根基就是上不上下不下，所谓啊，知识分子，善根福德啊，拢无够啊，我都要用无量寿经，无量的注解。为什么详细说明？啊，这部的经注，一念就一百遍，你都完全明白。天地啊，明白咯。你的信心坚定咯，愿心未动摇咯。迄个时阵来念佛。功夫深嘛，你真正会放下咯，无这个功夫是袂用的啊。啊，所以啊，念佛三昧，爱怎样？这是不王三昧啊，不中之王啊。无上之宝啊，是一句佛号啊。故心深禅定，即度诸佛，若消归念佛三昧呀、啊。故知其名功德不可思议，一行愿海不可思议。那尾后这两句赞叹啊，真是不虚，老实话啊，咱现在看法咧，对无认识，看到别人安尼赞叹，佮怀疑，那包括咱咧佛门的大德。延培老法师，这嘛是我的老朋友，啊，我在新加坡的时阵，伊都为印光法师赞叹一句话，来问我。啊！伊问我讲，印光大师这个赞叹，是不是有什么计分？伊话怀疑啊。啊！我甲伊老大人讲，我讲印作的赞叹，这丝毫都未计分。啊！印作赞叹功，即使国佛再来，阿弥陀经做一破注解，也未当超过吉祥。这个赞叹赞绝了，印作讲的话，一丝毫都未计分。但我伫早年，嘛有想要行这条路，啊，一生专门讲这部经，弘这部经，言不绝啊。
啊，无同意的人，我讲的无人听。啊，动手因的兴趣，真杂。这个想要听，这个那个想要听，那个。我这个当浑身众生，你叫我讲什么，我就跟你讲什么。所以讲了几十波，每当一门专利吧。那美国达拉斯文件为技术问我讲，伊讲法师啊，如果以你家己的愿望、家己的爱好，你伫大众经内底要选倒一种，倒一波，用一波经，你选倒一波，我就甲伊讲。我会选阿弥陀经要解，转攻转红，那要解的参考，观音法师有讲记啊。也有天台宗的某些讲义，我会记得有三种，是军代即个大德因讲的，会当做参考。啊，必须的亲像古德啊所讲的经注解，拢爱活念。这是早年，实际上古来祖师大德拢是这款方法。近代咱家己亲目看到，只有一个人，海林老和尚。我伫1977年头一摆来香港讲经，甲伊见面，迄时阵已经90多岁咯。那亲像过2-3年，伊老大人就往生咯。这位老法师是专弘灵严的。也香港、佛门拢称伊是修灵岩王。第一个学生只有6个人，要做伊学生，伊个条件真简单，灵岩经、灵岩经注解。伊算的注解，先后一大师的叫文具，后一大师注的灵岩经文具，连经文加注解拢得爱背，才会使做伊学生。限制真悬咯，所以只有6个人。真不容易啊，这6个学生现在都往生了，都没在了。那以这个方法，我念念不忘，那我是感觉说他真有道理。但是呢，今天你用这个方法，可能一个学生都找无啊，但是诸位呐，真正想要学啊，利用这个方法，一波经，一波注解，你对头到尾个活念，活念个，你个变数正觉，1000遍，比如你300遍就会晓活念吗？
这真可能，爱甲变数读够啊！三百遍都要会念，五百遍都要会念，我一定念到一千遍。也到迄个时阵，机器自建啊！那什么意思？修灵言的意思，你家己都看到了。啊，高金林的注解，多一所才是正确，多一所有错误，你拢知影。啊，伫现在这个时代，真正先知识无咯。这家在家拢无啊！啊，唯一的方法，我哋经常甲咱讲，古代的老落来才会典型榜样，咱过年真学，啊，都真正有成就。啊，亲像张阿大师所讲的，佛法中实质。无中形式，啊用啊，真功夫啊，有真德行，啊亲像世尊同款，啊亲像微摩居士同款，出现的世间。才会当何其净化啦！好啊，净化救助世间，那正宗的行门都是一句佛号，真信真愿，一句佛号啊念到底，无一个未往生的。咱过来看下面的这课的经文，遍游佛土，有一念境，遍游一切佛土。一念即极短促的时刻，但是伊的时限自煞不一，这拢嘛是佛经顶面有的，真短时间，得到什么程度？马不定法，如林王不借经商，以九十刹那为一念，一念中之一刹那，经九百成灭。林王经顶面讲的，一旦至。有啊，九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成灭，一地也是九十，这唔知是倒一本呢？有一本是六十刹那，一旦至六十刹那，一刹那九百成灭。下面呢，地图论有啊，啊，
王星轮子，一百亿生灭为一刹那，六十刹那名为一念，两者分于一念中，故多刹那呀。但地多论伊啊，一旦至庆有六十念，华严探险记十八为刹那处闻念庆，一旦至庆有六十刹那，两者均为一念即一刹那。这讲法无一定啊。经论上呢，拢有依据，诸位简单啊，依据各种学者，以一念庆啊，即一刹那，只有刹那一念之间，即令便有诸佛国土者，处净啊弥陀之第十一观。有一念庆不能超过，亦那由他必千佛刹周边顺利供养诸佛者，不处境界。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十一愿。现在咱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菩萨土台经里面，世尊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，合起来看，这个概念就真清楚。在这个经的顶面，世尊问弥勒菩萨：讲世间人起一念头，心有所念；世间人心内起一念头，不问这个念头是有几念几相识呀？这经的原文啊，咱该讲较白了，就是讲世间人起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内底有偌济个啊细念，有偌济相分，有偌济受想行识，这个我问咯，我问识是现象，是啊，物质环境啊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。忽然问一句话啊，心有所念，归念归想。释迦弥勒菩萨回答世尊：因这个一问一答，这拢嘛是替咱问的啊，互咱知影。弥勒菩萨讲：一旦至有三十二亿百千念，但为是百千。一百千，十百千是一万，一百千是十万，三十二个乘十万，三百二十条啊！这就是说明什么呢？偌济细念这一单字啊，有三百二十条的细念啊，三百二十条。啊，单位是条啊，三百二十条的细念，而
念念生形，每一个念头都有形，形就是色，形界有色，每一个形都有色，色都是受想行识啊。啊，咱读到这个经文，就真正都有好运啊，或者开念。另外，心经达康的念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我闻皆空。我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地都讲出来了。我闻那是一个念头。那一旦之间，有三百啊，三百二十条，那一旦之。有三百二十条的四念，每一个念头拢物质现象，有精神现象，色都是啊受想行识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你甲看卖，这就是我闻的啊根啊，我闻的啊基础，我闻的本。咱家怎样讲？观世音菩萨的心偌清净的，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偌年来啊！这年弥世的境界，伊拢非常清楚。伊也去捕捉到啊！咱凡夫这个境界啊，都是眼前，咱根本都唔知影。确实是伫个眼前，咱看无、听无，连他嘛想袂着。这一单子，现在科学家啦用这个单位是秒，是秒钟会当几摆，咱断个真紧。我相信咧，这个一秒钟会当断五摆。五行三百二十条，就是讲一秒钟有一千六百条。一秒钟一千六百条出的波动的现象，你那会怎样呢？目睭闭较大类嘛，看无啊。但是按怎呢？咱若用电影来做比喻，大家就明白了，都会真清楚了。这是啊，这个古色的这个电影的对片，电影的对片，这个对片是幻灯片，对啊，放映机里面播送出来。也速度是一秒钟二十四张，然后就是讲二十四分之一秒。那你看到未？看未到。伊呀，这是连续的。那我那其他拢个无啊掉，就留一张。留一张碟，这个放映机里面来放，那有感觉的，有感觉，那像是抓光，这死了就无去了。光内底内容唔知影。那哪讲这个速度，佮加了一秒钟啊，是啊，一千六百条次张，就是讲伫你眼前你嘛唔知啊。
更加大声音伫你面前，你嘛唔知。若君啊，也未丢，也速度太紧，咱赶未丢。头前五军啊，赶未丢，第六意识嘛，赶未丢。这是真的啊！这个、现象的多位，确实就是咱的现前啊。啊，所以灵验回向啊，伫咧讲个啊，当初啊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就伫眼前啊。变化界、虚空界，都、就是安尼先发生的。啊，咱是无办法去看到的。看不到，不是无啊，伊也真有啊。伫遮短时间内底。这个菩萨啦、啊，伊那会当遍游诸佛国土者，这神通啊，真正广大，咱相信啦、啊。啊，发心菩萨，这发心佛，就是上一讲光明遍照。以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那头前有讲，诸佛伫咧现象，现什么相？亲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现八相成道。这个发心菩萨，伊除了因无死、无明失去、无长进，除了未当啊用立相即功，这个代志因做未到，其他的啊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个啊妙觉、如来啊，拢嘛是啊同款的啊。伊嘛会当啊，随处现身啊，这只是不会当讲用力集功啊。但是呢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伊拢会现身。伊啊嘛会当同时现无量无边心。一切诸佛面前，拢有伊的礼拜供养的文化啦，的真教这能力，这个也未假。啊，发心菩萨是做会到的，啊，咱往生到极乐世界嘛是做会到啊。哎，是不是都是发心菩萨？不是，咱也是凡夫，咱也往生，一片烦恼都无断。但是呢，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改做阿维瓦地菩萨。这个班级就渐进大了。那凡行东基土，哈哈屁龙星，马是阿维瓦地菩萨，有甚么人讲呢？那阿维瓦地是什么意思啊？万万净土。
三种不退转，为不退，言不退，念不退，也都是中共啊，禅宗内面啊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啊，这款人有能力，在十方世界上供诸佛啊，化众生。那众生看众生的缘啊，众生希望佛出世来度因，伊对啊现佛心，现佛心亲像释迦牟尼佛，八相成道，实现这种心。那诸世若干年，时间长短不一定啊，完全是缘呐、啊。有缘福德足，缘尽福德别多。啊，佛祖世八十年无起心无动念，这叫做妙用。这就是自性本定，啊，头前所讲的普定三昧，应当一切如来之所证。那阿弥陀佛第十一观呢？经文无一念轻，不能超过，亦若由他必遣佛刹，周边顺利供养诸佛者，不出净觉。这是啊，佛的第十一观。上文以我处处大师随时我立华严三昧，初三昧故各立言，也名海印三昧。海印三昧有参考资料，这是啊，对佛学大师典内底记录落来。是故海印啊，佛所得到的这个三昧名，如来在高地上所证到的，如雾而大海中，海意那是比如海是海水，大海中印象一切之事物。心莲无佛之地海，因现一切之法。哇海啊，咱爱该想做这个海风平浪静，
真像这边家同款。啊，整个世界景观拢总照伫即内底，这物件真大海同款，清清楚楚。出一个啊，做比如。有来的智慧，就像大海同款，会当应现一切诸法，全部拢照见，一项都袂漏去啊！啊，这个灯。就是海印三昧，海印三昧作用也是无迷不焦啊，变焦化改，这些作用，贪嗔痴喜欢，海印者将汝为名。如修罗士兵立在空中，有大海中隐现吉祥。阿修罗，阿修罗真爱啊，见经好多，无天之福，无天之德。啊，道理天主慈悲民族，伊个福报甲道理天主差不多大，但是呢，好多所以伊个现士兵、有步兵、有水军、有骑兵。有雄兵，加着大枪咧拍战咧，这是古代战争有遮侪这军将拢总出来咯啊！在空中啊，修罗有本事啊！啊，空中现遮军队。啊！大海内底照个清清楚楚，菩萨定心犹如大海。啊，佛菩萨的定心啊，都亲像大海同款，清净平等。降咧都是照啊，啊，起角角的作用。啊，应机现衣，如以兵相告。啊，修罗在群众呢，在菩萨智慧当中啊，清清楚楚，真像大海照见同款呢。比如做阿隐三昧。啊，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，环环观物，研究国师的梦境环环观，言海言家真如本觉呀，真如就是自性，自性本有的，觉知呀。这个觉知就是啊，智慧、自性本具的智慧，梦境、心定、万象皆现啊。现在咱拢有啊，啊，咱是为什么看未到呢？咱的心是比念有咯，咱的啊心。你普通
这红印啊，啊，所以本灵啊都失去了。啊，照见都无了，智慧也无啊，啊，菩萨修行就是修定修慧啊，未满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修什么？都是咧修定修慧。啊，概论呢是定慧的手段啦，是定慧的根基啦。无概论呢，绝对是无定慧。这个未当唔知影呀。该定慧啊，称为三无老学，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。已经的道路啊，你无记啊，这条路你就未当成佛。佛法传来到中国，该定为三学，儒家接受了，道家嘛接受了。所以啊，在中国，儒释都隆重讲戒定慧，啊，可见呢，这条路是正道啊！啊，儒道拢承认啊，这是一条成佛之道啊，是一条了生死的大道。是三界大道，也是一条破迷开悟的大道，是一条离苦得乐的大道。我一定唔通去疏忽啦！啊，小可疏忽，功夫拢会破坏了。啊，所以黄门关定位加难呢，梦境心的定，梦境黄门关，但修什么？修华严，专名修华严二字，梦境黄门关。那梦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都是梦啊！啊，执着是现世烦恼，分别是颠刷烦恼。梦想呢是无明烦恼，这三种烦恼。看到了自性，自性被染污了，那伊本来不动，现在动摇了，啊，所以就亲像水同款，垃圾的水，佮有波浪，伊啊，照见的能力啊都无了，必须个水澄清。甲普浪啊，甲冰雪咯，恢复到伊个冰晶，伊就会啊照见啊，所以梦境心就定，自然就定落来，万象皆现。啊，这个万象是变化界、虚空界。十方三世，所有一切现象，拢总现在其中。
犹如大海，有风起浪，伊袂当见啊！绿风紫色，海水澄清，无相不现啊！啊，见思烦恼也是念污，尘沙无明是扑浪啊！啊，这两项物件拢都爱甲冰释啊！三种法所，三十九，以中见六，有海印三昧列十二。华严中，以此海印三昧为华严经所依之定，啊，第一地呢，那就知影咯，大乘教来对，定灵啊，生慧，定呢决定开智慧。为什么定了后伊就灵照了？伊也照见一切法，伊照头了。这是为什么会生慧？法门无共，一定无共，以什么？修行三昧也无共咯，啊，《华严经》是依海印三昧，咱呐净土宗是依念佛三昧，啊，一定无共，境界都无共咯，那随境随心转呐。啊，华严啊，经抄第二观讲啊，如说法华，以无量义处三昧啊，讲把这经以定持往三昧，所以了凡经以啊不懂三昧。古刷诸经都依三昧，今刷诸经依何三昧？即海印三昧。这是《华严经》啊，顶面讲的。方法无共。所以的三昧也无共，但是呢，这条三昧是共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那所得到心恢复清净，恢复平等，那三昧故相。就是咱这个经题里面讲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是定，觉就是智慧，自性本定，自性本觉，啊，定觉慧都不是外口来，这啊自性。本来就有的，只是咱没了。没了后呢，生起真多烦恼，烦恼甲定体功德全部拢障碍掉了。啊，这款代志啊，
所以咱只需要把这个障碍给堵起，三昧就现前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咱今仔日所以的念佛三昧，都伫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这些一处都是念佛三昧，大家心放伫阿弥陀佛的佛号的顶面。阿弥李老师教我呢。这方法好啊！啊，虽然啊，讲真多遍，无看到人依教奉行，无听到有依教奉行的人，我无看到啊。老师讲了，噶。咱心内那那湿湿物件，拢啊，洗好啊，清气，该洗个真清气，甲阿弥陀佛请转来，哦，清净心内底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起心动念都嘛是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好啊，也都是但经定明了做慧能大师所讲的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但一切善拢卖去想。一切恶也莫去想，只想阿弥陀佛。那善恶念经啊，拢无咧想，什么拢无想，都想阿弥陀佛，都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了后，得千啊三昧啊。啊！你拢总拢得着咯，念佛三昧得着咯，这千三昧都是啊，无量三昧拢得着咯。为什么一切法门拢离不开念佛啦？华严经到最后，你甲看卖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发华经上两路八系成佛，千经万论，净印光大师常咧讲的，无一行到最后无归净土的。啊，只是杂办的代志啊。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无论修学多一个法门，咱拢欢喜赞叹。为什么咱呢？真清楚，伊修到最后嘛归净土，但是咱是先来去一步。一点到后面，能够叫世界，伊慢慢才地来啊。啊，上文已经讲过了，祖祖大师有慧即系菩萨，随时我立华严三昧。啊，出三昧，故各理言都是海印三昧。啊，即地咱嘛来解啊念一个，名为印者，于世间印中
为女，这汉三昧。印象的文字，林东西顿言啊，你啊，母亲后啊之差，具体这种也无学问啊之处，这叫做隐啊。这咱了解，咱用印章啊，去当这隐啊，隐啊顶面的文字一定。还是当时啊，现前的啊，我啊，这本书顶面啊，有一个音啊，这个。啊，这是画面啊，这个画面有些音啊，音的，里面的内容是好用虎庙，风书书中，啊就背离，你看音啊登落去，背离东西现出来，无前后，那音都是出这意思，东西现前。无前后呀，因为海家犹如大海，当时影现种种差别之相，形象千差，水体无别，万象繁星，日岁尽年。海呀、啊，是古巨呆，像大海，这个大海，咱来改伊啊，想做清净，平静，啊，清净，无染污。冰晶无红印，这海水就像一面镜同款。啊，什么现象当中照在这里面，时无前后，无前后，当时照见，万年万象。万年无相，即来面对这个镜咧，当啊去啊体会到这个现象，你啊照镜时阵，镜来对现象，啊，当时你嘛知影讲，镜来对清清气气，一无所有。那时无前后，个言笑当时啊，时间无前后，在这照镜里面，会能体会到时间不可得，空间不可得，那是假。三世古今不留动念，皆现水中。啊，拢现伫这个镜的内底。啊，十方三世，那三世最明显的，让这西经。我伫镜对面，镜内底冒一个时针，镜内底时针甲你讲，时间是假的，时间唔是真的，
为什么行来对上是计啊了不可得？我们时阵那像会当摕到，行来对摕袂到。那行来对大行拢嘛摕袂到，啊！你爱讲我了，我这个形象面孔，就你行来对也不可得。啊，这就是真正样照镜。啊，一切现象清楚，一切现象不可定。我最近说过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定。都伫这一面镜内底，全显示出来咯。这面镜敢毋是大不济经呢？六百卷大不济经读完了做一个总结，啊，我的总结就是十二字。伊讲的什么？一切法啦，无所有啊，毕竟空啊，不可得。这物件拢照着咯。你讲啊？这个都为无复法呢，无即法不是复法，理想拢是绝妙的复法。只是家己买咯，买个机箱来对，个机箱拢动真呢，真的完全看袂到。这是佛经上常讲的高怜悯者。你个诸佛如来无离无别，哪会讲变成这款的呢？啊，所以这结论你看记得真好，三世古今不留动念。自现水中，高公遐自在啊！啊，这都是华严经的十贤门啊！十方世界不留动处，华严经讲一切自在难思议，华严三昧四力故。因讲啊，真好啊！啊，咱要安怎伫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完全体验到啊？啊，你就是生活伫个华中世界啊！啊，伫这部经内底。如果会当将弥陀四十八愿体会到啊，咱就是生活伫个极乐世界内底。啊，极乐诸位，即地就是啊。弥陀是诸位主心就是啊。啊，心令心啊，令现啊，幻想呢，所生所现啊，尽梦拢不可得。这叫做诸法实相。唔通有时候执着，梦唔通执着，真嘛唔通执着。你在得大自在，你才真正放下。我来放下就是啊。要真解脱。
一念之轻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这是一念之轻，九遍无量佛陀者，所得一行清净，无量寿世界故。皆归念佛三昧呀！真解顶面这段话，念了真赞叹呐，诸说甚妙。以念佛故得生极乐，即可生。阿弥陀如来啊，一行愿海中啊，第十一愿之加毗力，你出现如是不可思议之神通妙用，为念庆，便有佛土，非理性所能测啊。理性声闻缘觉，别告三贤菩萨，拢啊不可思议。英文的讲到这地呢，拢是讲这朱利叶，成就啊，家己智慧德行，神通道力，无量功德，能助你，然后才会当利他。助理为什么呢？实在讲，助理是为了利他，家己无成就，要安怎去帮助别人？帮助别人一定要家己成就，家己成就的次第，德行还放在第一。换一句话讲，无德行也都无感应。啊，无感应，你就未讲有成就啊！啊，德行对对来，对世界来啊！世界是修德，啊，有德的人心清净，啊，有德的人。都是啊，世界的人，伊的思路真单纯，啥心地，天性老实。那苦叫真情的心愿，用世间话来讲，苦叫完满的德行，下面利他的英文啊，分作四段。第一段妙行现实，讲话经文，得何辩才？诸破现行，显灵分别众生。
语言。开花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。这几句话讲得真简单，内面的境界无比的深广。请看这个啊，注解。第佛辩才，辩才者，善卡宣说法义之才能。啊，善卡。头前的咱学记观地，都是把这智慧应用在生活上。应用啊，在这个啊工作上啊，应用在教学上。但伊个真正巧妙诶，甲佛所算诶法，但伊法那是文理，另啊转之法，伊也是文理所转诶义理。会当啊，真正巧妙的，给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互听众拢听会清楚，拢会理解，拢会接受，这个教学成功咯。啊，所以辩才也是先看说法的啊才能，直接经验所谓言令辩了，物令才卡，即言物。咱啊，一般人讲的辩才无碍，世间人一般来讲，这人聪明，反应能力真强，啊，你提出问题，伊立刻就会当给你解答。啊，具有这种能力的，不是真多，有不是讲无。又加上法华所以讲，速切应机明辨，言含文采活在。啊，速捷啊，是紧，别人提出疑难来问啦，啊，立刻就会当回答，啊，唔免去用思考，这是辩啦，这是辩，言含文采，言语文雅。啊，互人听到欢喜，这是才。啊，这种文采
为倒位来去读圣贤书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字字自见，那伊看着，伊看着，伊啊，速捷应机。主读色咯，伊言语啊，这个啊，自然啊，都有文采啊。咱所讲的出口成章，你把言语记录下来，那就是好的文章，这叫做文采。识读也有这些利益啊，有这些好处，所以啊，君子爱读会识。主者以灵迅速应机，方明辩才啊，这个辩才一种功法，会说法。言音开合为辩，随机巧妙为才，无不该出有啊圣智。三所之中，诸煞为上。这共三种古代的解释，这个解释个真好，会所讲啊真好。言音，你个人讲。讲会安怎呢？开血啊，伊卖血，甲卖血拍开，这个、叫变。也就是讲帮助别人啊，断疑生信，这个、叫做变。随机巧妙，这是才。你的方法。你的言语应该真巧妙，无不出有圣智啊！这句话真重要，这是什么？真切智慧。灵言简编。绝对不是说常识丰富，对呀，讲学道文来对来，不是这意思，来对真实智慧，这是佛经上讲的辩才。但讲学道文呢，是世间法来对所讲的辩才，辩才无碍，是对讲学道文来。这个不是，这是啊，对清净心智慧来对来不同啊。啊，咱会去看到，啊，三种五六个来对，特别是大家识字的，要做发布。南京呀，在这个内底会当去看到慧能大师的辩才，啊，你看到的一问一答，楞严经对头到尾，几乎拢嘛是在辩论。地主因用佛法门，佛的开始，佛啊出一寡疑问，出一寡问题，我再菩萨因来回答。你在这台面来看到
台新教内面呢，无爱辩才啊。有正雅所谓啊，如来的是无碍地啊。如来有无碍之地，应无碍之啊数遍。这嘛是佛门的俗语，数无碍地嘛叫做数无碍遍。啊，内面的内容啊是同款的，一、二无碍遍，为了知啊一切诸法义理，通达无地故。啊，佛见性，确确实实看到。一切法的性相，理事因故，任何的一法性相、理事因故，已完全明白，伊未讲错啊。啊、所以听佛讲的时阵，人会开悟。道理就是在这地啊，义理通达啦。开显记里面所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二呢，法无改变，为大一切诸法的名利啊，分别无地。这个法就是经典，啊，佛所说的一切法言语，加做文理，就是经典。他也理解。伊也无甲伊也错会意思，言语文理会解释甲真清楚。第三，事无改变啊，有诸法名利义理，随顺一切众生诸方义语，为其演说，令令各国的解惑。书是言语，甲头前是无同款。头前发就是经典，这是啊，说法的人，伊的语言无障碍。对于一切法的名利啊、义理，能讲一切万法，伊叫什么名呢？比如动物，你若看到，你拢会讲出伊的名。植物呢，就较困难咯。花草树木。伊拢认识，拢讲啊无错，这都是诸法名利的义理啊，而且是随顺一切众生语言，唔免阁翻译，伊拢知影，甲因演说。能会理解，佛以啊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
有这款的能力。啊，这个能力，咱世间人可以看作是神通，神通妙用啊。第四呢，敖算不改变，主要是这敖算，这里无念落，念气声，念敖，敖是爱好艺术，真爱说法，真爱教学，真正是啊，学不呀，教不惯呐。那在中国称为圣贤。在大乘里面称为佛菩萨，但是在伊那实现的这个十法界，都是为着要说法，都是为着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但伊目的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苦在倒位，未来啊！未安怎去帮助众生破迷呢？迷破了，苦就离开了；降落了，乐就得着了。啊，事实啊，真相啊，是完全拢明白。明白安怎呢？明白的人心是安的呀，心是定的呀。那伊无杂念，伊啊无妄想。啊，我现前这种生活非常满足，非常自在，非常快乐。那了解事实。真相，什么是上好的呢？当前这款呢，就是上好的。那你一般来讲，安如现实，你看，人人安如现实，啊，社会都未讲有动乱啦、啊。这社会偌上好，社会偌美好。啊，不一定讲爱富裕啊！我伫苏里兰卡看到，一、这个国家无富裕，人民生活真正辛苦，但是真快乐啊！这是互我感觉到真少惊，感觉到佩服。啊，互我。啊，对因啊，去尊敬的心，这就是佛家上讲的知足常乐啊。人人知足，并不是讲赶紧特别去要求改善生活的品质，不是的。面对现实非常满足，啊，上行下效，啊，我去总统府，总统府的建筑真普通，一般大都市内底，用镇长的办公室都比较豪华。你看安如现状啊，啊，总统每天啊做早暗课，啊，是不是有一个佛堂呢？有啊，啊，早暗课在哪里做呢？在菩提树下，互相就服侍在菩提树下这个当中啊。你看，你要简单，
啊，总统每天在那里拜佛，每天在那里诵经，嘛真好，外面的人拢会看到。啊，我去参观，我也有去礼拜啊。人一定爱知足啊，一定爱满足现状啊。人生活真简单，三顿饭啊，食会饱，衫啊，穿会烧，有一间厝啊，会当掠风掠雨，有够咯。啊，佫要求什么呢？患得患失，这个自取苦吃啦。那看人生活快乐，那就幸福啊，那就美满的人生。啊，人确实做到中国古人所讲的，有仁有智，有舍有求。啊，活了真正是幸福自在啊！人甲人之间，迄种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，互我看到非常感动啊！无竞争，啊，我的东西看了像代志，那有一个人，咱就是。头提，那就是压制。你也偷吃，主人给抓到，因无给送去到警察局，啊，送去洗衣，那请法师来解决。法师就问伊讲：“为什么要偷摕？伊想要吃，因兜无种椰子啊，偷摕厝边因兜个，偷摕一粒。啊”那法师啊，回头来问这个主人，这个椰子树的这个主人，问伊讲。你有偌侪丛的椰子树？伊讲，伊有一百外丛，啊，遐侪哦，啊，你着布施几粒啊，送伊也好咯。你看问题了，马上解决了，欢欢喜喜啊！这主人搁送伊几多粒？这个小事啊，法师用佛法都该解决，唔免去啊，劳动警察官府也无需要啊。啊，今仔日和我弟一个苏里兰卡去看了这代志，这是别的所在无的啊。当个团出来，拢啊，剃头啊，拢称赞。
啊，所以老说啦，不改变，真介意说法，真介意啊，帮助人解决问题，随顺啊，一切众生根性，伊真爱听的这个法门啊，因为说之，宽容无抵过。啊，顶面所讲的这个啊，诸大师，譬如性地的无碍之辩才，这是啊，业主力，这是业力，就是讲伊啊正着，譬如性地啊，就是咱讲的这大铁大我，明心见性。辩才啊，啊，自然就会出现。玄应根基，公算妙辩，故曰得佛辩才啊。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点。